吃饭啊，辣椒。刺激的。红薯片。辣椒炒皮蛋。红烧肉。麻辣梅豆腐，下饭。差点不行。开饭了，
这茄子是蒸出来的。腊肉，皮太硬了。炒了一个南瓜，今天我们吃个南昌拌粉，这个夏天来的特合适啊。南昌拌粉它自带调料包啊，有六包调料，一包粉拿回家直接煮一下就卖，给它煮熟了过凉水把调料拌上就可以了。它吃起来只有一点点微辣，喜欢吃辣的可以自己加点辣椒油啊，我都是加了一点点的。这个粉煮了要过一下凉水啊，凉改开，
糖精的。